对啊，我到现在都还在想那天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情。要是没有那件事情的话，那这就没有整个故事。其实所有剧本都是在打结构的时候就先想好了，希望每一场每一集都有一些动作戏，或是比较紧张刺激的戏。因为第三集刚好所有的动作戏这样连在一起，所以第三集有点停不下来，因为太紧张了。三二一，走！你是第一次拍跳车？对。那你刚是很紧张？我刚没有紧张，我就是觉得太晚，但好像应该要紧张一下。现在的我跟你讲，你先离开这里再说好了。然后他一直不要离开，他一直说他要回去。我说，你跟你说有警察，到底想要怎么样啊？对。危险车站，喂。那因为这个又是一个悬疑推理，然后就会遇到一些超出我生活能力会遇到的事情，然后人遇到这种事情会是什么样，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哇天哪，压力好大哦。你听我说呢，他画我，然后他就讲，好，那我这样子刚刚走，为什么会很想跟刘冠廷？好，对，因为好啊，他是我学长，然后又这么事业有成，震撼了无数少女的心。从一个默默无名到有一天好不容易的机会，你多想要证明自己，导致你其实尽管做错一件事，你仍然想要保住这个梦，然后为了保住这个梦一错再错。够了，放开！你干嘛？我在教我的小孩，你干嘛？你生病了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生病，放手！我觉得拉扯到后面，如果你整个往后推的，他就可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制作，从导演，然后跟所有的演员 cast， 然后遇到的每一个人来拍戏的时候，其实都有很棒很棒的交流的经验。每个人其实都可能做错事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每个人都可能贪心，每个人可能都会想要隐瞒一些东西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后会带来和解的或是带来醒悟的。我觉得这样讲有点俗烂，但是真的都是爱。